Hello，大家好，我是一抠照为大家分享很多干货的 Facebook 广告专家。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从六月份做到今天的一个店铺的案例分析数据。那今天的视频呢，只是粗略的分析一下这个店铺的整体的数据，销售额呀、利润啊、利润率啊这种这样一个视频，然后关于这个店铺的一些详细的，比如说产品呢、广告啊、广告素材啊，那这些数据呢是我录了一个付费视频课程。那如果大家想要去拿到更详细的数据的话，可以私信我。付费课程是大概是时长80分钟，然后分4节课，然后分3个部分来去录制。那我先大概讲一下这个店铺的整体的状况，然后讲完之后咱们再去讲付费课程的内容。那这个店铺是我从六月份做到八月份的，然后整体的销售额是在14万美金，然后广告花费这里大概是57000多刀，我们用计算器算一下是 ROS 是多少，14万14100069，然后除以57915.69，ROS 大概是在2.43这样，然后整体的利润率我们算了核算了一下，大概在20%左右，就销售额的20%啊，销售额的20%的话，应该是我给大家算一下。应该是28000多刀，然后乘以6.9，大概是19万人民币这样。我们用2个月的时间赚取了19万人民币。其实这个案例已经是不是这个案例，这个金额已经算是在大部分人看来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数据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店铺呢，应该在8月份最少要持续半个月，就是到8月底最少赚6万美金这样，因为。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不可抗拒的，就是迫不得已的，就是没办法了，就没办法做广告了，然后就这样急剧下滑到零这样。然后我来简单的去分析，按照月份来分析一下这个店铺它是如何一步步起来的，就是从零到一做起来的。然后我们从6月1号开始看起啊。那六月一号整体销售额是18000多美金，然后它的复购率1.6%，然后转化率2.93%。其实第一个月你做到这样一个转化率，做到这样一个销售额，销售额虽然不高，但是你做到这样一个转化率是非常好的。然后客单价26.78美金，非常低了，因为这个产品之所以能这么快的，就是进入这个市场这么快的，然后。变成我的一个小爆款，主要原因就是它价格低，然后很快的就能把这个产品就是长久持续的去做下去，就很快就能盈利，对吧？然后这六月份我们看一下它的广告费用是多少，六月份的广告费用是6000多美金，然后整体 ROS 大家可以算一下在2.9这样，然后2.9，但是我们利润率应该是30%。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月，这七月份做的不算特别好，七月份大概也就5万多美金。那正常的速度呢，七月份应该就是在就是你找到一个爆款之后呢，正常的速度在七月份你应该可以达到10万美金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款呢它比较特殊，就是它去扩量的时候呢它有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会放在我的付费课程里面跟大家详细的解说。那这个是一个粗略的一个视频，就不占用时间去讲了。那这个是5万多美金，然后8月份花了2万多美金，然后整体是 ROS 在2.4吧，好像是2.4。然后我们看8月份，那8月份冲量就冲的比较猛一些，冲量冲的比较猛一些，就最高巅峰就是需要8000美金这样，就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应该原本计划是应该持续下去最少半个月，但是没有稳住，然后就突然就是
出现了一种状况，那这个状况呢，我没有办法改变，只能放弃掉这个店铺，或者说是放弃这么一款产品。那这个产品是可以扩量的产品，然后整体的销售额是69000多，然后这时候这一个月份大家可以看到我客单价已经做到$40，然后整体的 ROS 应该是在2.3左右，2.3这样。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店铺从6月份做到8月份的一些简单的概况。那我接下来就主要讲我的课程的内容了。我课程内容就是关于这个店铺的一些详细的一些数据。那分为刚说过了，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店铺产品作为一个部分，围绕这一部分来去讲。那主要讲我的一些产品的哪些产品，可能会具体到哪些产品，或者说我去选的产品的这个过程，是这个想法，这个思路，有时候思路是最重要的，不一定说我把产品给到你，你才能测爆。就是你掌握了这样一个思路之后，你去选产品的时候，你可能很快就能打爆，对吧？你掌握思路是最重要的，那我给你产品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那这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的 Facebook 广告。那 Facebook 广告呢，涉及到一些测款啊，去分析数据啊，还有一些扩量啊，还有一些它的那个这个扩量的过程啊、走势啊，包括那些受众的分析啊、这个切入点啊，还有它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那第三个部分呢，可能是我想要给大家阐述的我一种观点，用学习的观点，一种数据复盘啊，去让你教会你如何去学习，教会你如何去做数据，去做复盘，去更快的复制一个店铺。就是你掌握一个店铺的核心，就是赚钱点之后，那你如果说你没有掌握到这些点，你再去做另外一个店铺，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当你掌握这些点之后，就是你才能更容易的去做另外复制另外一个店铺，一个成功的店铺。那我的课程呢，就是主要包括这三个部分。那这三部分呢都是非常干货的，目前没有渠道来售卖我的这个课程，只有我个人在售卖。然后课程是大概是80分钟，分为四节课，一节课20分钟这样，就内容非常干货。应该关注我的就是冲着干货来的，就是我不讲虚的，我只给大家数据，就是给你看到很真实的数据，我不会去讲那些很夸大，不是夸的，很大，就是很大很虚的东西。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请联系我。然后顺便说一下，售卖的课程大概价位是在200块钱。而且下半年的旺季到来了，你买我这个课程之后，你会很快的步入正轨，很快了解独立站是如何运作，如何去选产品的。就是下半年呢，我估计如果你遇到一个爆款，你就暴富了。这是一个很快速的方法啊。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